爸爸出差了，让他的秘书照顾。开门。叫谁宝宝呢？叫你呢。没大没小的，应该叫姐。我怎么习惯我叫你姐姐？啊？你干啥呀？啊，我进来啊。不是你进来干啥呀？我爸不是让你照顾我吗？我不进来你怎么照顾我？照顾不了你一点。那我告我爸去。把鞋换了，把鞋换了呀。谁鞋啊？家里平时不是有男的来吗？你家平时有男的来？有朋友一些什么的。以后除了我不许别人。你还管什么？管你怎么了？你干嘛呀？我饿了，给我做饭。我不想吃外卖。那你想吃啥？我想吃。嗯。